说，请站起来，你就要跟着站起来。那如果没有说国王，我的森林之王，童话森林国王，掌声欢迎柯P市长，掌声欢迎，热烈掌声，尖叫声。国王要跟大家打打招呼。国王，国王，你很少还要拿稿子的，你从来不拿稿子的。国王还是要看稿子的。国王，你这么谨慎，国王。辛苦的大人们，要建造一个对小朋友更安全、更幸福、更健康、更快乐的环境。那其实我台北市政府是做很多事情的，从什么实验教育、智慧教育、国际教育、双语教育。我公共化政策要达到70%的社区要有托婴，要有零托。不过小朋友，这个做我们要继续做的哈。不过媒体要黑我们，还是继续会黑，所以没有用。这是写在上面的吗？这有写在上面？应该不是吧？这是脱稿演出。对，如果呢不小心，哎呀，我多拍了，或者是呢不小心做错，你就要坐下来，我们来比赛，看谁可以留到最后。看谁可以留到最后，加油了，仔细了。好，现在呢，请所有的小朋友准备好。好，大朋友准备好，交给国王。交给国王了，国王说拍拍手，哎，啊停，啊哦，国王说停，国王说拍拍手，国王说拍拍手，停。国王说他想要休息了。国王有没有什么最后要在儿童节的时候鼓励所有的小朋友的？认真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过每一天。那，啊，如果没有办法，要装着快乐的过每一天。这真是国王说的心声，再次谢谢我们的国王。国王，谢谢。希望国王都能快乐的过每一天。市长，那你等一下要扮成那个森林之王，你等一下那个森林之王，那感人家感觉是自己要成为正统的王。那不然叫主办单位赶快换个角色，给我当好了。市长，因为你6号啊，总统府的音乐会有邀请你，那你不要去，为什么？我不是每个活动都去啊。是不想跟蔡总统同台吗？哎呦，不要想那么多，通常是人家排我就去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我又不晓得有什么活动。对，那所以你现在就是没有去的考量是什么？应该是去才要考量吧，不去为什么要考量？没有，我跟你讲。那个行程都是幕僚在排，我根本搞不清楚状况。这个不是谢龙介说的蔡科配吗？蔡科配，这又，不是，又从这次又是谁提出来的？谢龙介。他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每天什么奇怪的配都有。所以你会想要跟他配吗？哎呦，为什么？白绿合有可能吗？我配他干什么？这。我现在还是台北市长啊，每天也是一样，有见到我上班呢。市长，韩国瑜这一次出访，韩国瑜这次出访美国啊，关注度跟各界怎么看着这件事情，好像比这次出访还要多很多，你怎么看？对啊，他现在声量最大，所以关注度最高也是应该的，好吧？提前就是公开行程，提前泄露行程，还有公布会面官员的名单，好像惹毛美国，而且这一次声量好像都输韩国瑜跟蔡英文。不会吧？我们那个。美国的活动，如果华盛顿以外都是我们自己排的。华盛顿，我们当时就是叫 AIT 排的，我们有那有什么泄露没有吧？就是有提前，好像有大家有先提前知道一些行程，部分行程。差不多啊，嗯。市长，因为核实的问题，你说台湾是个弱智国家，好像蛮多人就是有批评你这句话。嗯，那，啊，这是我的想法，就是这样，不服气大家来辩论的。市长，你现在一直打韩国瑜，是把它视为你2020的假想敌吗？没有啦，我是看，我只是。提出我的吧，这样的，啊，有时候有没有的看我嘛，也没有批评谁啊。像社指导有民众抗议说，你们社会住宅规定人家只能租12年，那老人家怎么办？没有啦，老人家难道不是这样？那些要住社会住宅，应该也是目前无屋无地的嘛，住嘛。那，你12年后，你总有子女吧？那，你现在是跟人家住房子啊？如果12年，我现在是你没有。你如果没有住房子，我现在盖房子给你住了。那12年后，如果你没有买到自己的房子，那你还不是跟一样跟人家住？我说，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了。